喂，进来看看。娜娜，娜娜，哎，上哪儿去了？这是？娜娜，娜娜，娜娜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你看，叔叔把这娃娃就放在这儿。蔡博士，你见到他们了？啊，对对，我见到他们了。嗯，他们答应我会对孩子好一些啊，也同意了不会再让孩子们到街上去。他们跟我说啊，这些孩子都是他们从街上捡回来养大，所以只要价钱合适的，他们就会放了孩子。他们还给了我一清单，上面都是一些孩子们需要的东西。需要多少钱？一个孩子300大洋，七八个孩子不少钱呢。走。什么情况，老师？病人心脏突然狂跳不止，又突然骤停，浑身抽搐，我估计是中毒反应。药物中毒？怎么可能啊！先抢救吧。先抢救？等你们过来抢救，病人早头。朱莉姐，
小张，有什么事吗？刚才那边发生什么事了？是不是新来的病人被人下毒了？跟你说过多少遍，这种话别瞎说。我就是觉得奇怪，前两天我肚子痛，想去药房找点药，刚好碰见蔡先生上楼，我就想着让他帮我看看，结果到了药房门口，人就不见了。然后呢？后来我去敲门也没人答应，里面黑灯瞎火的，我就走了。可是后来我一想，不对呀，上下药房就那么一个楼梯，他除了进药房，我不可能找不到他呀。这些话你没有跟别人说过吧？你放心，我不可能对别人说的。我觉得你们最近走得挺近的。谁跟他走得近啊？哎，姐，大家可都看着呢，你们两个最近经常在一起，好像是在……在什么呀？在谈恋爱呗。瞎说话，你净瞎说话。他就是帮我救了几个孩子而已。药房的事儿，你别乱说啊。打扰了。不打扰。我知道你今天找我来是为了什么。有人说杀马天亮的人是我派进去的，你信吗？别人都这么说，我不信。我四爷，我今天来找您呢，是想跟您说一件更麻烦的事儿，就是张家的小女儿张娜娜的事儿。她不是一直在外地吗？案发当天，其实她就在家里，她就藏在他们家的窗帘后面。更麻烦的是，她看到了凶手的模样。开价吧。哎，不敢不敢，四爷，您是做大生意的，您和洋人一起弄的那新玩意儿，我想替您分担一点儿。您比如说您在租界里边的烟馆生意，我能不能占两成？半成？一成？半成就半成，按您说的办。你还真是要的不多。可是我做的多呀，四爷，孩子我替您保护着。送客。201的病人怎么了？他有问题吗？有人偷偷给病人注射了镇静剂，虽然是麻醉不致死，但是病人第一次接受这么大的剂量，还是生理上发生了巨大的反应。还好及时发现了。哎呀，这陈主任也太大意了，是吧？我问过孙姐，咱们药房里的镇静剂确实有人动过。所以你的意思是有人去药房？前天晚上
喂，马三，钞票准备的怎么样了呀？全补房可等不起了，南京当官的人要过来把你弟弟带走了。再过几天马上就到手，你先给我拖一下啊。财神，那个新长官的病人好像醒了，那我先去。鸟儿，你先帮我再拖两天。我跟你讲，要是巡捕房让丁四爷的人进来，弟弟就死定了，到时候我可管不住啊。巡捕房不是我开的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先拖两天。帮我转移病人，快！哥们，对不住了，你就再躺一阵吧，啊！你蔡医生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这刚才外面一团乱，你又不在，我怕病人出什么意外，我就过来看看呀。就过来看看，我看没那么简单吧。蔡李坤，你果然大有乾坤啊！啊，陈主任，你是怀疑我动了什么手脚吗？我动了吗？你怎么没动啊？我刚才看你动了他手了，幸亏我们及时砍到，你才没动脚。你这么说话就有点过分了吧？啊，这病人又不是你一个人呢。苏院长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选择离开医院。他一而再，再而三